想到后要做什么。我一手拿着玩具，一手拿着糖果，我长大后要做什么。六年级的时候，老师也曾问我，你长大后要做什么。爱迪生的故事最让我佩服，我长大要做科学家。慢慢长大以后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。慢慢我才知道，懵懂只能有一个。慢慢我才知道，科学家也不太多。叮叮，医生律师也不错。大学的时候多问题不有时，我的志愿是什么。没想到你时候心里毫无选择，志愿填了100多。慢慢长大以后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。慢慢我才知道，每个人都差不多。慢慢我才知道，我的志愿是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。当初我心里的歌，告诉我的孩子，每个人都需要平平静静的生活。慢慢长大以后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。慢慢我才知道，每个人都差不多。慢慢我才知道，人生就是这么过。